阿嬌同老公赖宏国呢日就喺香港举行结婚注册仪式，下昼大约四点几，佢哋就以一身便服打扮现身，去到证婚场地做准备。注册仪式接近下昼五点，喺餐厅嘅露天位置举行。由杨秀成同埋赖宏国嘅爸爸担任证婚人，签字之后，一对新人就同亲友嚟个大合照，然后就翻入室内向长辈敬茶。Joey 仲客串做埋大冚者添啊！大约去到夜晚十点几，宾客就开始陆续离场啦。最后一对新人就好 sweet 咁手拖手出嚟接受传媒访问，当阿娇俾大家叫奶太嗰阵，仲即刻甜笑啊！谢大家今天就是很开心，我跟我老婆正式签字，成为夫妻，然后真的很开心。咁我辛苦晒大家啦，我知大家结咗好耐啦，多谢大家祝福，我哋十年啦 ，thank you。